杨幂走红后多年长盛不衰，在频繁更替的演艺圈冲出了一条荆棘之路。近日杨幂的一组逆光大片曝光，大幂幂卷发如瀑，身穿半露肩蓝色长裙，妆容精致，耳坠是唯一的首饰，成为点睛之笔。因为背光，杨幂的皮肤不同以往的白皙，而是呈现出健康的麦色，手臂纤细却不骨感，正是一个女星最完美的年纪。全身上下散发出成熟知性的魅力，最后是全身照，角度中拍摄角度依然不变。杨幂脚踩高跟鞋，在光影之间亭亭玉立，身材高挑的同时，侧眼五官还很立体。一身蓝色长裙与大幂幂很搭配，三张镜图就足以大饱眼福，将杨幂更多的细节展现。从小腿的纤细到眼袋的平滑，杨幂眼神灵动，一颦一笑都是美好，丝毫不惧怼脸拍摄。杨幂最绝的地方是气质，适合看全身照，各种造型凹得自然，大方展现成熟女人的韵味。喜欢就订阅呗。